直接这么一喷，老铁看到吗？直接这么一喷，然后拿毛巾一擦就行了。而且毛巾呢是我们专配的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专门镀膜的毛巾啊，看到了没有啊？就这么简单，一喷一擦就行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亮度啊，大家看一下亮度。我给你们一个承诺，就是说你们在收到货之后，收到咱们的产品之后啊，你不满意的话，你打开用了，用光了，剩一个空瓶了，你说你要退，我都无理由给你退，可以吗？啊，我们做的是口碑，知道吧？如果说你不满意，你直接退回来，你直接退给我就行了。啊，你有什么损失？我们的损失什么？我们损失了运费，损失了我们自己的产品。